市府教育局上午伫德国国小来举办年终记者会，特别以着五大面向来呈现各项教育政策成果。现场嘛有着小学生来进行着机器人竞赛，来显示学生的智慧科技能力。而针对着幼儿教育，教育局来表示，每年将对偏乡开始推动私立幼儿园公立化，透过着政府补助来提升教育品质。各国小学生表演原住民传统乐器，为市府教育局年终记者会做开场。接下来由学生分工合作，进行刺激的电视机器人比赛。好，没有撞到阿法，现在没有撞到哈，他要转弯。好，再做最后一次转弯。好，前进，最后冲刺，冲向我们终点，要冲过去哦。再次，好，做好，掌声鼓励。太棒了，我们阿法机器人率先到达。对比赛当中，会当看出小学生对着机器人操作是相当的厉害，也感受到市府教育局伫科学教育的努力。局长陈守平也以着五大面向报告这档来的教育成果，包括呢就是创新的这个资讯力，然后智慧的科技力，以及硬体的建设力，还有呢我们幼教的这个三多力，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提升学生的这个英语力，五个面向，包括呢到日本去参加机器人的比赛呢，也荣获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成绩，这个显现我们在这个课程教学上呢，对于资讯教育，对于像现在所盛行的所谓的这个 maker 教育，其实我们都着力非常的深。唔，那伫今年交出真水的成绩单，教育局每年的首要方向，要对偏乡开始推动13间私立幼儿园收费公立化，透过政府补助提升教保的品质。那明年呢，我们要持续推动所谓的私幼公立化这样的一个政策，那要从偏乡开始来做，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私幼的收费哈，比照公立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也希望提升教保服务人员的薪资，以及呢提高呢这个教保的这个品质哈，让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呢可以呢真正的受惠。除了推出全新的幼教政策，市府教育局也是首推动英语教育、美课制造教育、甲校舍增建工程等等规划，来予学生更加好的教学品质甲教育环境。记者崔玉文，陈家生党区采访报道。